懂吗？我一直在想那个话怎么说。怎么说？就老觉得自己没讲对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？响应。各响应。这样吧，我们挑选一位你的粉丝，然后呢，说一下什么话。这找一个真的会说的。真的会说，来，这样在这边吧，好不好？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怎么说？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再来一遍，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怎么样？西安朋友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西安的朋友，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哇塞。我。我。爱。爱。你。你。哦，怎么这么难发的音？手啊，我爱你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这样，我们来选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们选一个简单一点的，你吃了吗？怎么说？小蛙，你吃了吗？这个比较听得懂。简单，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哎，对，太棒了，是不是？那其实，在我们古城西安，吃还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？对，叫做叠。那怎么说？小蛙，叠吗？叠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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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对，叠爆了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吃饱了吗？是叠爆了吗？叠爆了吗？叠爆了吗？爆了。爆了。啊，对，这个爆了。爆了。小安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我们左右两边的粉丝团，对你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这个牌子，有没有觉得哎似曾相识？有，是不是在演唱会出现过？是的，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，从2016年的每一站，这个牌子和这些熟悉的面孔一直守护在你们的身边。哇，熟悉的面孔。是的，所以。你的粉丝团，你的家人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旭日暖阳照心上，一人一个钟汉良。分不过来了，一人一个钟汉良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感动？非常非常非常，而且其实我们那个。就是每一次见面都还蛮特殊的，就是要不然就是你们来看我，要不然我去你们的地方，大家碰个面。对。但是是有点久了。就是希望那个以后的时间不会隔那么久。所以希望你以后能够常来西安呀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不来，你们来也是可以碰面。可以啊。下个地方，怎么约？如果我们那个今年的演唱会真的能如期举行的话，咱们在那个舞台相见。对，让我们在舞台现场见啊！其实通过刚才跟小阿哥你的互动和聊天，让我们了解到你对西安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啊，而且对我们古城西安的文化也非常的了解。那今天来到我们能力多的活动现场呢，作为我们奥优能力多高能的榜样官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考一考你，准备好了吗？试试看。那请听第一题。我们能力多有一项技术深耕了17年，请问是什么技术呢？优氨基酸优化技术。哇，学到的确，氨基酸17。